看着想哭啊，真的真好，没搞错。睇过你九次嘅个人演唱会，感觉系点嘅咧？看着想哭啊，真系真好，没搞错。六十家就是为了简单一点记，我觉得就是在演唱会上面有一些数字看起来比较好看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然后六十家比较简单一点，那因为又不是整整六十，然后。又过了六十，所以就想一个六十加这样。从大家都很怕的角度看，就是老了嘛。老了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可能大家太年轻了。我其实从前有讲过，其实我不怕老的，我很想知道老会怎样。可是我很想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做的，起码在那个阶段做到那个阶段的最好。那。希望走的那天有一个交代对自己。我们现在据我所知，现在哪一个地方先，哪一个地方后，主要是就是订场馆的问题。台湾我想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啊，去的朋友也多，然后场地也不多，然后。定起来也是有点困难，据我所知应该今年是去不了，我刚刚听到的是今年去不了。新加坡没有货，所以新加坡应该比较容易订，因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欢迎你哦。我去新加坡就一定去马来西亚，因为你们太近了，我去了那边又跑回来又再去，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，所以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应该会比较接近，应该会比较快，对，真的定场票好像比较容易一点。